利用智能设备，它来识别，它来安排我们现在此刻家里面，不管是冷气、暖气，能够更精准的去满足我们的需求，降低我们的费用。您好，我是沈琳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天下纵横台》。Hi Alexa, turn on the lights。这样的情景你在电影里面一定看过吧？如果在你家中发生了，是不是对你的生活会事半功倍呢？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hard。在我的这个生活中啊，其实已经充满了太多太多这些智能的设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分享给大家。在疫情之前呢，我们的公司在这个深圳，负责了一些有关于这种智能设备的一些生产，包括你们在用的 Alexa， 还有你们 Ring， 其实都在我们的办公室的旁边的工厂所生产出来的哦。那在疫情之后呢，我们在南加州，我们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市场。今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智能家居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。Hi Richard。 Hi 小磊，你好。你好，今天呢，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这个所谓的智能家居的达人。先来请教这个达人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所谓的智能家居啊，它的定义跟基本的框架到底是什么呢？是，大家看到智能家居，哇，智能两个字，大家想说是不是家里有个机器人啊？哦，其实不是啊。其实这个我们讲智能家居呢，我们讲说，如果说讲的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电灯的开关、冷气的这个温度调控，我不用站起身来走过去，然后去触动它，用各种的方式，不管你是用这个手机，不管你是用遥控器，还是你用这个我们讲语音，都可以属于智能家居的范围。所以智能家居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比方说我们叫做 smart home， 那或者叫 home automation。 其实这里面啊，就 smart， 其实我们不太把它翻译成智能了，其实就 smart 就是比较灵光、比较利索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比方说我现在要关个灯，我要把全屋的灯关掉，我不用从楼上走到楼下当当当当当当当每个灯把它关掉，而是我可能用一个动作、一个指令就把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完了。这个就也就属于智能家居的范围。嗯哼，智能家居啊，反正重点就是要 smart 一点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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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基本上呢，可以让我们做的事情少一点，也许说的话再少一点，让大家的生活的便利性可以更加强一些。不过这么来说好了， Richard， 人工智慧啊，在我们家居中当中当然是有应用的，对不对？那又给我们的生活来说带来了怎么样的便利，应该是不少的吧。是，但是许多人会认为说，这个智能家居，他说，哎呦，我的房子突然间我要学新的东西，好复杂，好害怕。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？事实上，刚刚我提到了，就是哎，我们如果说要睡觉了，其实躺在床上，如果说能够讲一声，哎，关灯，那或是晚安，全屋的灯都可以关了，哇，那该多好。尤其这个在洛杉矶还不觉得。如果说在这个东岸那边冷一点的时候，哇，冬天好不容易钻到被窝里面暖和了，睡意上来了，最后的一个力气，哎，我又得起床下来关电灯，其实一上床，哎呀，糟糕，又醒了，又睡不着了。所以如果说这些动作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一个动作，就像我讲的，躺在床上你就直接讲哈关灯，那我就可以晚安，就可以睡觉了。或者是今天，哎呀，一个妈妈在这个洗碗槽里面，在准备晚餐的时候，满手油腻，在那边洗碗，在那边东西。但是，哎，天色渐渐暗了，这个时候找谁来帮我？哎，帮我谁来帮我开个灯啊？儿子在戴着耳机打游戏，老公坐在沙发上看球赛，没人想来帮你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个管家，你这边吼一声，哎，开灯啊，那灯就把你打开了，哎，这该有多好！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。嗯哼，为生活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，就是我们今天 smart home 最重要的重点了。不过啊，刚才 Richard 好像也提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所谓电脑这么的日新月异，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只要出个声音，就有办法做到你想要这个电脑或这个 smart home 想要做的事情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、啊，我们所谓的这个安全还有隐私的问题，是不是也就是其中的挑战之一 ？Richard， 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？是的，我们在看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我们所担心的就是隐私，隐私，隐私。我们讲这为什么重要的事情讲三遍，就是我家里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？
哎，我什么时候开灯关灯，我为什么让你知道，你那这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人在那边这个偷听我的讲话，这个说在见仁见智，这是一个大题目，我们稍微往后放一点。但是我们讲到最直接的，就是比方说，哎，家里装了这个摄像头，我们门口不是装一个监控吗？装这个就是智能门铃啊。当然，智能门铃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事情，帮助我们解决就是说啊一些安全上的一些隐患，帮我们这个控制住，哎，有一些这个不速之客，我们把它挡在门外。但是有些人呢？这可能这个穿的比较单薄，就是到门口去拿个信箱，哎呀，这个画面就被捕捉住了。然后有些人呢，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摔了一跤，哎，也被捕捉住了。有些人跟人家在串门子，在门口在那边聊天，哇，结果你在那边商家长李家短的去的这个 gossip 被人家录起来了，然后结果被人家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，当作人家的一个取笑的一个笑柄。你愿意吗？我个人是我是不太愿意，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。那这个东西知道原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避免这个隐私对我们造成的风险。嗯哼，当然啦，每一个人呢的隐私呢都是有保险的。这个所谓的保险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您对您的隐私，或者是你对家里的电脑，甚至是家里的智能家居的系统更了解的话，相信你的保险就已经出现了。那未来来说好了，既然科技都已经这么的日新月异了，对不对？每天每天都在做不同的变化当中，未来的智能家居它一定又会更快速的在发展当中。Richard 这个达人。告诉我们一下，这所谓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呢？其实智能家居的这样子一个观念或者一个产品呢，事实上，尤其在加州一些比较顶级的豪宅啊，我们有机会去参观的 Beverly Hills 的那边的一些豪宅啊，那他们所谓的智能家居系统，事实上大概在10年前，他们就已经相当的成熟，有许多的这些功能在，包括就是说。有一个类似像 pad 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你就可以啊拿着它去控制，甚至在每个房间里面都有 pad 去这边去做调整去控制。但事实上，它也只是作为一个说我们讲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定义叫做它是一个按键的延伸，也就是说，它把这个原来要走过去按钮按键的这个动作的把它延伸出来。但是如果家里有2个人、3个人同时有这个需求，那这个就不太够用，而且。在10年前，大家用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些 App， 不是那么的这个普遍的这个情况，但是大家现在这个，就包括你看主持人现在手上就拿着一个手机，手机怎么可以离开手呢？那如果说这些东西我还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处理的话，那才完美啊！所以在手机上面的这些控制呢，也都在最近几年才出来。那未来能够发展到的这些东西，应该我们看到就是能够更针对个人化，比方说一个家里面。这个四口之家已经够简单了，但是这四口之家呢，男主人、女主人的声音、小孩的声音，甚至宠物的声音，都要能够被这个智能系统所识别。那当然，如果说看到影像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侵犯性比较大，我们比较不那么建议。但是现在的话，语音的话，这个部分呢，对于特定人的声纹的这个控制，他已经就会比较认可。比方说。今天我是男主人，我走进屋里面的时候，他给我的 greeting， 然后他给我习惯的这个灯光的亮度，他打开电视的时候是我喜欢的频道，甚至就是我们喜欢的背景音乐。那小孩，哎，小孩进来的时候，他就会针对这个小孩啊，他喜欢的温度，他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情境，就可以直接的带入。那这样的话，它这个系统呢，我们说，就更聪明一点。当然啦，人手一机呢是越来越不可避免的事实了。而手机呢，在收集大数据的同时，当然也了解到你的生活习惯到底是哪些。当你少了那么一点点隐私，可是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美好的生活的时候，也许少了那么一点点的隐私可以被包容。哎，那这个智能家居哦，对于所谓的我们的能源管理或者是节能，还有省钱这个部分有没有带来一些益处呢？我们刚好都来讨论不好的地方。那是我不晓得这个小林，你记不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啊，这个洛杉矶经历就南加州吧，整个经历一场特别冷、特别潮湿、特别长的一个冬天。然后这个冬天大家已经过得不太舒服了，结果这个看到这个瓦斯费账单的时候，记不记得？对，瓦斯费更不舒服是吗？3倍、4倍，是的，是不是？看了好可怕。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利用智能设备来去
更尊节开支，像今天这么天气那么热，你想到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平常我们家里面的设备就是所谓的这种中央空调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央空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全屋不管有人没人，或者说家里只有一个人，你说不开吗？哇，八十几度在这里面都会昏倒了。但是如果开的话呢，哇，这个电费账单，夏天的电费账单也是更可怕。所以怎么样利用智能设备，它来识别，它来安排我们现在此刻家里面什么样的这个情境，或者说现在是多少人在家里，多少人在哪个房间里面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冷气呢集中在那个房间里面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机会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设备，然后来去适切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冷气、暖气，它的控制能够更精准的去满足我们的需求，但是降低我们的这个我们讲说费用。嗯哼，当然啦，因为现在的环境呢，就是一直在是长江的前浪推着后浪一直在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跟不上时代的话呢，我想你很快就是会被淘汰了。到底智能家居是什么呢？所谓的 smart home 是什么呢？今天 Richard 跟我们做了一个解释，你想要试试看吗？人手一机的时代早就已经来临了，你真的对手机了解吗？你对手机的了解的同时，对于 smart home 你又知道多少呢？了解一下 smart home 对你的将来甚至对你的下一代都很有益处哦。